这烟头会用金光打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金光大怎？哦，怎样？你唔知啊？你要落雨啊？无啊，那无啊那。哎呦，那是因为孙仔你太厉害了，你精神了哦，迄雨唔那无落，刷了，佫救倒转去。啊，真的哦！哇，安尼孙仔足厉害哦。嗯。大叔的，哎，好佳哉，一路上我是阿歹孙仔，甲伊斗相共，那无哦，你就艰苦。哎，是啊是啊，但唔过吼，也无啦，啊无啦，无啥物啦。哎，有你伫咧啊，我生活是加艰苦尔啦。大叔的啊，啊，既然无安那哦，无还较早困的，啊无明仔就是爱赶路的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你已经有过啊？好，好。国民书应该到这个所在啦，这是第一关。先生，你讲上这火龙山水哦，危险重重啊！啊，这国民书哦，第一关，敢会拄到什么款危险？这第一关是东门关，看起来是风云变色，生活武功非常惊人。也不过，这只是看起来而已，其实是有惊无险。必须要等国民士兵到第二关天斩关的时阵，真正的危机才会开始。是啥？啊，你已经知影讲国民士有危险啦，那无爱归去哦，开一个单，互上飞龙山水咧。个人的因果，必须要个人来承担。这是国民士夫，伊命中注定的劫数，必须要伊家己来面对。假使我来带你。不但我都去斗三工，颠倒的魔术，肯定对啊！太子的因果你会使出手，啊，为什么哦？国民书的因果你煞无得出手？哎，爸仔，你进步啊！你这个问题问得真好，因为太子拄到的，不是命中注定的劫数，这是有人动脚手，想要设计太子，所以我出手是要帮助太子的因果重回正轨，我是师出有名，顺天意。不过高明师傅伊命中注定劫数，是甲萧威之间的因缘自然，你只爱家己来面对，我袂理解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阿先生，你看高明师傅这个劫数，敢会使过？这一切都要看高明师傅伊家己啊。
不过人生啊有真侪代志。 会顺不顺，嘛是爱看天意。咱人啊，都要照天意而行，唔通逆天行事啊。天道啊，师弟，无一定哦。天意以后啊呐，也讲无人知咧。嗯，啊你讲了对。哦，孙兄，啊你衫裤扣漏水哦，用个淡薄落来咧。 来来来，我再搁一件衫吼，你先换起，较袂去感冒。啥？你叫我穿回旧衫？喏，你也毋是无穿过啊？无毋对，我是穿过。你若我既然我已经脱掉，我无可能搁穿啊。你即马搁穿起，无得靠，你有一种真熟悉、真温暖的感觉。真温暖。 我感觉足寒冷。阿伯叔兄，我知影你讲的寒冷是啥物意思。其实啦，你误会师傅啊。我误会，我六岁咧，无毋对。我六岁时阵，我都对着师傅。要唔我伫师傅间来说啥物？
事眼内只有你缘分，无我阿爸，无唔对，我人生了歹，我无得人疼嘛。阿爸叔兄，代志唔是安尼，其实安怎？讲袂出来是毋是？我伫叔兄，处处予伊为难，有志难伸。既然我脱了花绣衫，我就无法阁穿花绣衫啦。啊，敢讲拢无参详的余地？有。是啥物？你莫做花绣，我就穿花绣衫。好啦，你做袂到吼？我做袂到。我嘛同款啊。好啦，既然哦，你敢唔肯，那呢，我袂勉强你啦。最重要的。是咱叔兄弟爱动心向你，哪呢？你敢做伙做读书？我是不是要做读书？啊，你是不是爱做花香？这拢无重要，上界重要的是爱顺天而行。大叔弟，拄我唔是爱讲过，天意如何，爱个上尾才知。这天意唔是你含我会当来做决定。爱看结果，天是如何。大叔，路途要足远的，慢坐几回，行？行。你讲啥？你讲老大叔要嫁总太子，来夺过世界，这要哪会用的？你讲看卖，敢会用得做？叔弟，你看到啊？大家都反对安尼做。太祖妃，朱棣甲郭素安尼做，是为着要救太子。如今金龙悲伤，化作力量，一时阁找不到良下来安置。太子的冤情受到影响，魂飞魄散，而且愈来愈严重。若是无赶紧挽救，可能太子的性命危险。皇后，太子这卖病势是真严重，摸唔着。要不你即摆做，只要赶紧想办法，快办法把伊伫带住，唔则把太子落葬啊！太子妃，这只是假葬呀！假葬真葬，才分会出来。你敢分会出来？我袂当着太子的性命来讲真笑。其实国师早有先见之明。老国师，伊安怎？国师早就知影会有即款代志发生，所以已经摕着父王的手谕。信无在处，万岁万岁万岁！皇上有旨，为着要救太子，必须假葬太子。恁的所言所行，全部爱听国师的意见，不得有误。钦主。谢万岁。是的，其实你们太辛苦了啊！我哪有可能无关心太子？我就是因为太关心太子，唔才会考虑遐济。请太子的见谅，朱棣安尼做，嘛是真不得已的。好啊，心有拢路啊，我阁有啥话好讲的，就照你意思去办。我会通知上家军，甲因告别，我不准有任何意外发生。今天回来的消息，安怎讲？假葬太子，好一个老皮温，含只要险棋，伊拢想会出来。你看应该安怎办呢？义父，害你认为为避免假葬太子的代志。会引来人心惶惶，所以因一定秘密进行，这
是一个好机会。所以，咱不如就将计就计，以假行真。哦，这个代志就交予恁两个去办。文秀出主意，小芳做主。是是。季星奇、何新亮、叶小芳，你不用怪我。就烧了，来啊！赶紧请大夫。是。小芳的一身功夫，无可能突然间就变到昏迷不醒。看伊这种情形，可能是叫人用法术所害。义父，今嘛是安怎才好？出来再讲。你在想啥？应天一行，卖差。义父应该得看出啥吧？应天一行，你去，得去了，唔通发失望，也那无。义父放心，海里一定尽全力，真好，代志能办好。我啥物拢无计较，假使讲老三的事差错，孙仔感觉这风水无啥好，想要来改变一下。啊，孙仔，这工程敢会伤大啊？袂啦，一下尔，袂耽误到什么时间呢？好啦，啊无你无用啦。哎！改风水啊！只要将这火龙山水倒来吃，风水就改变啦。袂用的，我不准你动火龙山水。我卡袂。哎，快啊！滚！快来！滚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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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滚！
你两个代志吼，我好，来，交你，你走去。人诶！人诶啦！人走去啊！你无人卡车，等会无，我过来叫。是。咱先别去，去。感谢两位来救回生我啊！柯斌师傅，你着爱感谢白孝峰，是伊叫阮安尼做诶。白孝峰，你先那边来做啊！柯斌师傅，这你着爱去问伊，阮是洪斌新厝呢。树地挂，伫今年回收山顶头已经设下结界，为着要顺利啊，甲火龙山水上等去行下，都请你稍微克制。哎，五百年后若是有人为遮过哦，就会放你出来啊。哎，妈，妈，你先出来。我是你的孙仔，我哪有可能我都解开你这结界？连钱也拢无嘞，太祖妃，请你放心，国师兄心思缜密，言出必行，我相信伊定会尽全力救太祖。这，阿弥陀佛，高秘书，高秘书，你总算回来啊！希望回心观吼，无来了上班啊。高秘书，你现在看起这尔忝，是毋是路里拄着啥物困难啊？哎，这讲起来胃头疼啦。我想我要先处理太祖的代志啊。咦呀，太祖即摆情形安怎？回大法师，太祖即摆只干那剩一口气尔尔，气血未通，脉象真乱，状况真危险。哦，我想我知影。唐公公，我之前交代恁爱准备的棺木，啊，准备好未？无问题，拢处理好势啊！哦，那你即马就甲这只火龙山水吼，摕去铺在棺木内底，知无？是。国宾师傅，棺木要创啥？当然嘛是要太祖用的。你真正要让太祖放在棺木内底啊？但不过伊对我袂……哎呦，太祖妃啊，这是老国师交代的，吼，伊安尼做一定有伊的道理。咱若是吼，佮继续丢落去吼，恐惊。对袂赴啊！李姐，你把今天皮袄嘛放在后备箱啊。高秘书，国师交代我的任务就到这为止，所来都要麻烦你啊。高秘书。你一定要尽量叫太祖哦。太祖妃，弟子，做您放心啊，回心我敢来啊，我一定尽我的能力保护太祖生命安全，哦。
做给你加持。国平师傅，就安尼啊？唔啦，安尼。等下哦，咱都要甲太子伊个棺木刷去红林内底，利用啊红林内底阳气甲精气来保护，然后互太子好好啊休养啊。搁刷来，都要等待时机到。时机？高秘书，你讲的时机是啥意思？咱即马都要等待两天后就会到位。阴气消气，日日夜夜心思念，千年万年袂变卦，你是我生命中唯一。那是什么呀？萤火秀星出现的时阵，代表帝王命、帝王星飞进吉祥。马上，你看，萤火秀星经过的时阵，帝王星的星光都开始暗淡。对的，真奇怪。先生，为什么安尼啊？那是因为百影并起，代表太祖王叔之劫已经到啊。今夜。遐开车队交出太子的魂魄，什么啊？啊，说啥？安尼太子不是有危险？我知，我即摆做完，我要进行查煞捌止损。中华是非常危险啊，若是无小心，我就会受重伤，而且连太子嘛无得逃过一劫。即个做法，敢会当成功，袂用失败。我说你替我护法。啊，说啥？啊，捧地上水哦，早在主帮我会晓啦。啊，这护法。我阁无学过啊，而且要哪做？啊，做甲无好，会害到你甲太子呢。安尼我担当袂起啦。马上你免担心，你只要照我所讲去做就好啊，专心一意，你免担心。是。应该了解啦，马掌，袂用应该，你一定要有把握，知影你家己要做啥物。马掌，你跟伫我身躯边遮尼长的时间，我对你有信心。即届唔敢是我甲太祖的命交在你的手内，就连大明鼎顾问嘛拢交乎你，你知无？你对你家己一定要有信心。你只要照我所讲去做，专心一意，摒弃执念，而且聚精会神，用你的意志来控制一切。是，先生，为了你，阁为了太子，我一定会尽全力的。好，咱即马开始。是。准准准！鼠标，你慢，你难得一见。安怎？想袂到是我吼？
为什么是你？太祖呢？团长，什么行走太祖？国家问太祖即摆人伫倒位？若不是告诉神机妙算，太祖真有可能王师弟在咧乌龟手头。靠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啊，不赶紧献出你的真面目！慢着，慢！我都已经太侪体力，而且我今晚点一分一皮，我感觉就忝的。妹妹，我袂咧困去，可是我交代我，不管在什么情形之下，我拢袂咧困去，我要振作起来。我要振作起来。回想我亲身出马了。
山路鬼车啊，真歹势，恁抓唔着人啊啦！恁抓的这个吼，叫做朱棣，是大明的四皇子啊，伊起码佫有一分一票伫阳间，伊还无死呢，伊咧当个抓来啊？我内面无这命，啊，咱念着啦。哦，既然佮念着人，那呢，即嘛是会当放人啊。日日夜夜心思念，千年万年袂变卦。你是我生命中唯一。这命，啊，咱念着人。哦，既然佮念着人，那呢，即嘛是会当放人啊。阿弥陀佛。这阴血小气已经叫飞过去嘞，哦，那呢哦，事情过啊，免费抓人啊啦吼。嗯，高温时期一过，速速远离。嘿嘿嘿嘿嘿嘿，好你加载。哎呦，回想我过一摊嘞，我都还赶紧倒来去。穿贵啊！哎，第四个阿哥叔啊，这边哦，家在有病，阿弥陀佛。巴掌，哎英啊，是三星。南无罗刹陀，南无罗刹陀，南无罗刹陀。诸神总我何万灵。金龙精气急鬼神，师兄，啊，这么结果安怎？还袂真好，我的做法已经剥掉太祖的怨念甲伊的魂魄，这个好佳哉，四皇子用伊性命来保住太祖。只要从四皇子的一分一片，搁回伊的身上，这个危机当然解脱啊！安尼真好，安尼哦，总算保住太祖的性命啦！巴掌，这个你是大功一件，我甲你说多谢。无啦，先生，啊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以后你要多多教教。对，也是想要讲，太祖殿下已经无代志啊。哎呦，阿弥陀佛咯！啊，你一点无开半步，啊，这阵人遐毛你惊死？太祖妃，大法师，太祖殿下伊的血路已经通啊，脉象嘛已经正常，无参像拄只遐乱，哪个休困两工，就应该无代志。宋姨，多谢你啊。唉，总算哦，是把太祖这条宝贵的性命救倒转来啊！这人讲哦，是佛祖给大家加持啊！哎，想要讲哦，老国师请两国公去处理这个火龙山水，
真正是仙丹妙药哦。嗯。哎，这是哪里？祖彪。是。总经理，你哪有在这？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是去有小林所伤，完成煞鬼，命在旦夕。好佳哉，为梁国公摕着这火龙煞水，才点救太子一命。梁国公，火龙煞水，这到底是安怎？哦，太子，这代志哦，好回信我讲你听就好。先生，你不要干嘛？本来是安尼，安尼不讲明白啊。大明调过恁家的中心，实在是天佑我大明。是的，高秘书，这届刚才有恁弟的，真多谢你。太祖，其这届上届需要感谢的是老国师。那不是告诉四界祖宗，去到两国公府，摕到这火龙煞水，听起来偌侪人配合拢无利用。是的，你讲也有理。此次等大家为本王所做的，本王一定会好好动手，有功者。也够我啊！哎，这个就会的，无量寿佛。你是？太祖，贫道是梁国公派来护送火龙煞水的小尉，也是当今护国大法师高斌的师兄。哦，高斌师傅，伊讲的敢真实嘞？太祖，小尉是我的师兄，无唔对啦。既然安尼。本王会当渡过水劫难，萧大道人嘛算是有功啊。当然了呀，太子，我无讲白贼吼，是讲太子，我这青年，恁那亲像猪肉拢分好啊吼。歹势，是的，哎，太子，变作是讲你是论功行赏好啦。孙爷，回想我吼，食素，猪肉是无啦，啊，唔讲哦。加官进爵哦，这是免不了哈。啊，以后哦，你看到我是免阁无大无小啊。太子，贫道嘛是和尚，火龙山水嘛是有功劳的，为什么贫道较慢来者，福利会差遐济呢？小大道理，高秘书是甲你讲生笑的，你算起来。嘛是本王的救命恩人之一，待本王好好想一下，再阁做决定。多谢太祖。哈哈哈，唔免多礼。本王即个会当渡过出界，拢是因为有恁大家。本王一定会好好动手，绝对袂亏待诸位功臣。多谢太祖。太祖苏队，李先，苏队，你先走。哎，太祖我不客气，多谢太祖的关心。唔对哦，这朱棣是愈看愈奇怪，到底是倒位出问题？